嚟過嚟馬位，開邊騎咗出嚟，浩勝進黃舵退緊咧，就係嗰匹普洛啊。開邊如飛殺咗係永和嚟啊，當路最後一百米啊，烈火之軍仲係佔先，永和越吹越勁啊！睇下追唔追到啊！最後一百米路程，永嗱呢個烈火之軍仲係佔先，烈火之軍贏尾場賽事，跑嚟名永和，第三名就浩勝進黃啊，跑嚟四名就係柏樹之寶，十九蚊邊啊點？